最近啊，你被封为全国首富，我也不知道是恭喜你还是怎么着好。那个问问你个人的事儿啊，你夫人我也认识，那个家里很好，你会一直做到老做到死吗？你现在40多啊，你的兴趣除了做生意还在哪儿？你也可不可以反映一下你这一代人成功的企业家，特别是高科技的企业家，你看你到了你是我这个年纪60过外的时候，你想怎么除了很多钱了不用说了啊，你还想做什么事儿？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必须要这个说明一下，就是我工作的目的其实最主要不是挣钱，就是我当初决定创业的时候呢，我虽然知道说如果创业成功我可以挣很多钱，但是真正让我每天起那么早睡那么晚的这个原因不是因为说我可以再多挣多少钱，而是我真的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东西呢，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说我喜欢做生意，如果让我去换到一个不同的领域呢，可能我就不喜欢了。我喜欢的是我现在做的这个，就是让人们获取信息的这种技术，因为我大学学的就是这个啊，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学的就是这个信息检索啊，一直到就是很多年以后互联网起来开始有 search engine， 大家讲就是说背后的技术是什么 information retrieval， 这就是我大学就专门有一门课在讲这个，所以这么多年来本质上就是我没有换过行当，我就做这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呢，正好它是 happen to be， 它正好是很多人需要，还能很挣钱啊。So I'm just lucky， just lucky。所以就是你说我还能做多少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做多长时间。我做这个东西是在凭兴趣，不是说我不得不做。我有这个 option， 我可以不做，但是呢，我喜欢做。